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Hi， 我是 Kiki 啊。今天呢我就會教你哋同埋 Kiki 做一個腳的肌肉動作。咁咧，依個咧就好適合喺屋企做嘅，因為你淨係需要一個瑜伽席。咁好啦，我哋開始啦。首先咁樣雙腳拍埋一齊就企直。First step 咧就將個左腳企後一步，係啦，啱啦。跟住咧就踏翻前。好簡單，但係依家我哋就會慢慢去練習成個動作。好啦，跟住右腳企後一步，係啦，好似其實行路咁樣，但係向後咯。好，跟住我哋繼續啦。左腳向後，今次咧雙手扶住自己，擺喺你個右腳手哥上邊。跟住依家咧就慢慢將個左手哥墊地下。但是很輕力咁樣掂，就唔好整親自己膝頭哥，跟住慢慢扶住自己上翻嚟，兩個腳伸直，企前一步，右手邊扶住自己，跟住右膝頭哥落地下 ，yeah， 跟住企翻直，就企翻前邊，係啦，你有冇問題啊 ，Kiki？如果我的膝頭哥會少少痛咧，邊度痛啊？如果我落地下嗰時，哦，就唔好好似 Kiki 咁樣咁大力俾個膝頭哥撞到嘅地下。你要慢慢用自己嘅力啦，同埋個協調，就慢慢咁樣墊地下，就應該冇咁痛啦。跟住就上翻嚟，咁記住做緊嘅時候咧，上嚟咧，我想你哋集中。用多啲依個腳嘅肌肉，四頭肌嘅力，咁依家我哋就會練緊大隻，就做完之後就會好靚噶啦。好啊，OK， 好，我哋開始啦。好，我哋做十下，越慢越好，千祈唔好心急。好 ，ready，、okay. 就搭一，跟住慢慢上翻嚟，用個肌肉，右腳二。如果個人會失平衡咧，就記住扶住自己手腳。二，企直。三，四，加油啊！五，六，七。八、九、去、十，哦 ，OK， 唞一陣先。哇，係咪好攰啊？我腳有啲震啊。誒、哎，咁我好啊。記住住做緊嘅時候咧，就慢慢嚟。你要 make sure 個人係你可以控制到自己個速度啊，同埋個平衡，就唔好。揈嚟揈去咁樣落，慢慢落去，跟住慢慢上翻嚟。越慢咧，你就越用到你個肌肉。係啊，所以你話你少少好似腳震啊、冤啊，依啲係好好嘅。嗯 ，good job， 耶！咁如果我再講，如果我係落咗去之後，我唔夠力上翻嚟。慢慢上翻嚟，咁就係撳住自己的。可以借少少嘅手嘅力，但係主要係依家你想練翻你嘅腳嘅肌肉嘅力嘅。O K， 起身，係啦。O K， 嗯，好好啊。咁我哋繼續啦。嗯。不過喺做運動之前同之後咧，都記得補充你嘅水分喎。我而家自己飲啖水先。同埋記住做依個動作，因為佢會幫你練到啲肌肉好勁咧，佢就會保護你個膝頭哥。咁你行路或者上樓梯咧。不會痛的